诸位修定中渐渐平安法喜，推心三世无明，行定自因缘，破诸邪见，得即清净定慧海，各性天地合会，真空妙体法。唉，诸位修啊，咱爱定定用心，心爱时时在定中啊，日常的生活，咱面对所做作，必定呢爱好好用心修在定中。所谓修，就是禅，就是三昧的意思啊。一切无不都是在静思维中，一定心爱定啊，才袂因人因事乱了心。修行啊，就是要修一念心啊。所以这念心啊，咱爱时时都是爱自我反省照顾，到底呢我现在面对啊所做的代志，家己爱好好思考，是对还是错，对错呢是非爱分清楚，对的代志，咱做，这就是智慧啦。错的代志呢，都唔对，也去做呢，这叫做无耻啦。咱累生累世啦，伫咧修行哦。咱爱相信咱家己，无始以来一定呢是依佛法有缘。咱的佛法是来自于诸佛菩萨应化人间，生生世世伫咧甲咱度化。咱生生世世都有缘接触啊，既然有缘接触佛法啦，咱对人事物是对的，是唔对的，是非，咱来分得清楚，分清楚是非。对的，认真去做，这就是伫咧正中咱的智慧，慧命正中啦。这就是过去生有修慧，有文化，咱今生出世呢，对人事物。事理分清楚，对的，咱去做正中智慧，也那是小可偏差失念啦，唔对的代志，咱修未住咱这念心，差乎你失千里啊！敢那一念偏差，步步错啦。
所以一念差，千步错，这就是愚痴啦！一错再错，福者无明，也就是咱对这个文殊修欠缺了这个定力，所以咱这回修行。在今生出世，咱要认清楚咯，时时刻刻对事对人对物啊，咱拢要认清楚啊，心要定，对的法咱要好好把握，对的代志。咱好好坚持，咱来真注意，唔通因人乱了咱的心，和咱的心思呢？敢那为着事，为着人，就和咱的心思起波动，波动一起啦。无明生起来，真正想要把这念心静落来，那就困难咯。看看水啊，静静啊，水呢会照人的影，水静静的时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水静静啊，山河大地啊，一切景象呢，都会陷入水中来。但是静静的水，停不起呢，一粒的沙石啊。细细粒的沙石啊，你若打落去，水就会震动啊，迄个境界就对动哦。啊，若搁个动较大个呢，规个境界啊，拢是破灭模糊掉啦。这就是亲像咱的心，咱。心啊，要好好，会当保持着安静。这个安静，咱的心定定安在佛法中啊，心爱定力，安呢，自然伫静中渐进。平安法喜，好，咱来当进入安尼的境界啦，是好人多欢喜呀、啊！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外面呢，一环境无来打扰咱的心，外面是外面的环境啊，我了解啦。一切繁华，一切真空啊，计较什么啦？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只不过是一念念定，心念甲咱无共，所以伊所讲的话，甲咱有互相相反调，那安尼？那心是不是要静下来，好好来思考？伊讲的对，或者是我想的对呢？那我做的代志无偏差，咱都要家己相信，我相信家己无私。对方虽然呐，思想。想法、看法有无同，但是咱爱相信伊，
心中有爱。那安尼呢？咱就连结到了吼，上不轻菩萨的行啊，这些咱爱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我唔敢轻视恁，因为恁人人拢会生活，只是恁现在观念会偏差。那用时间啊，好好来调整啊，相信人人过啦。了解啦，慢慢会当调入定来，心啊稳定落来，同款这片心啊是暂时平安，同款，甲咱的心灵境界同款啊，听法也会真欢喜。咱已经有听到真多主持人过去呀，就是人生一句话轻轻讲出去，当当听入来啦，就一直呢，甲一句话藏伫心里啦，一直。撩动咱家己的心，变成了呢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忧郁症，好忧郁症那严重啦，就家己的生活呢，到底我要做什么代志啊，拢乱去啊啦，这到底有偌济人是安尼？拢是因轻轻的一句话，无明入咱的心来。讲话的人无心，听话的人有意。哦，安尼呢，也变成了这现在偌尼侪人心思偏差，忧郁症、躁郁症。好、哦，真多，真难要搁调倒转来，爱真用心哦。不过呢，也有人呐、啊，就是安尼听法了后啊，啊了解啦，原来呢，人间就是苦啊，接来呢，会烦恼无明，拢是家己啦。家己看不开，啊，佮开啦，放下啦，转一个念头啦，莫计较啦，安尼呢，慢慢调整家己的心，调整过来呢，现在真精进咯，凡事呢，就是看开，放下，平安。发喜，这在咱的诸行委员内底呢，未少呢。这咱多听，听在人群中啦，同款伫咧听法，别人听法啦，会当用入心来，去伫过去呢累积的烦恼。改变伊的心态，现在做主者利益人群呐、啊，达工就是平安发喜呀、啊，大、哦、有人在呀、啊，也嘛有人生活中啊，未醉的无明酒的来得哩。最茫茫的人生，嘛是有啊。对，屏东还有一位呢，董进华，他
55岁啦，毋过伊个人生呢是比较比较特殊啦，因为伊细汉个时啊，呀，兄弟真侪，老爸早都往生啦，一个老母呢要娶生九个囝。查某囝后生啊，但是生活也无好过，先生是早过身去，一个单亲的妈妈呢，要安尼饲遮济囝，董振华，他细汉的时呢发烧啊，所以影响到智力，到个十岁迄当阵啊。才开始学会晓行路，啊，真特殊啊！一种的病吼，迄个智力啦，一直到个十岁呢，才开始学会晓行。啊，生活嘛是真辛苦，老母呢已经侪岁哦，甲老母相依为命啊，到13岁迄年呢。就开始去纺织厂呢，开始去学做衫呀啦。细汉，还阁真细汉，开始呢，安尼伫咧学啊，脑筋毋是真好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人安怎叫伊，就是安怎行。啊，伫这同事的内底啊。啊，就开始叫伊食酒。原来呢，智力都无好啊，佮开始佮改饲酒啦。喝酒变成了伊啉酒的习惯啦。所以从安尼开始呢，天天醉。本来脑力毋是真好，佮醉酒落去。天天醉啦，头家甲伊讲话嘛未听啦，同事甲伊教嘛未听啦，所以呢，被互人甲伊洗头咯，啊，要安怎？天天醉，头脑阁无好，啊，要去倒位食头咯？老母呢，就安尼，互伊待伫厝内底啦。啊，逐天永远无代志做，逐天呢都伸手要甲老母爱钱。老母年龄一年一年老了，外手皮做小工，当着这个囝呢，这个嘴个头脑无好，想要安怎样啊？逐天上少啦，都爱。啉五罐酒啦，逐天都爱向老母呢摕500块以上，啊，袂500块爱食酒，阁爱食槟榔吼，已经到甲酒精中毒，啊，要安怎？无法度好醒过来啊啦，天天醉啦，啊，若醉了后呢？精神就会甲老母讲，唔对啊啦，阁予老母烦恼啦，我要改啦。但是呢，安怎改啊，都改无效，后来呀，就安尼甲伊带来到花莲，讲要戒酒，讲迄个所在有专门戒酒啊。要去遐戒酒啦，老母都陪伊来，一个月时间过去啊啦，无法度，还是戒袂过来啊。但是这个家庭是这么贫困，老母是这么济岁啊，那这个囝安尼要安怎？后来呢，全咧给转对用力啊。诶，病院去啊，要去治疗，搁伫迄个所在呢，搁一个月，
同款，还是无办法啦。一直呢，到有一回，主祭人啊，去玉里的病院，去伫咧带动啦。啊，伫迄个所在伫咧带动的时呢，看到啦。啊，这位呢，看到咱的慈济人啊，形象真精致哦。讲起来应该呢，伊嘛是真有神经啦。当伊无醉酒的时，虽然脑筋唔是真好，不过伊看到主祭人呢，不可思议啊！他就是起欢喜心，伊就惊我来甲咱的主祭人安尼讲啊，我会当甲恁同款穿安尼这么整齐的衫无？就有一位师姐，就甲伊回答讲，可以呀、啊。是啊，你若肯发愿，愿意戒啦，戒你的酒，啊，你就会当穿甲阮同款的衫，就安尼，安尼甲伊讲啊，从安尼开始呢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慢慢啦，一直想要安怎样穿这领衫，都爱。戒酒，这是一个戒律的地方，伊伫迄个所在爱治疗爱戒律嘛。伊感觉讲，我应该都爱来去甲遐个人斗阵，所以想讲，唔免阁住内底，安尼戒掉啊啦。我应该，互我转去啦，一直讲，伊要转去啊啦。像安尼呢，老母无伊个法，常常安尼吵，所以啊，就转去啦。从安尼开始呢，主祭人啊，就时时呀，甲因互动，甲这个个案转互屏东主祭人。啊，屏东呢，咱个委员主席啦，接这个个案啦，开始呢。就定来去甲伊接近，咱高手一位呢，就靠技术，伊安尼开始呢，就定定去引导去甲伊关怀啊，定定去甲伊带去做环保，啊，就是安尼一直去做环保，一直甲伊顾，还一直甲伊带，安尼结果呢？真正伊做环保做甲足欢喜个，哈、啊，互伊穿花衣白裤啊。开始呢，伊感觉讲，啊，我甲恁拢同款啊，啊，我都爱甲恁同款个生活行为啊，我袂用个阁食酒啊，好、哦，就开始呢，安尼直直改，直直改啦，哦，终于呢，当然啊，这段时间是真长哦。主祭人的耐心、爱心呐、啊，这虽然伊有当时阵呐，伊去偷啉一下，那主祭人会慢慢啊放目，也会慢慢啊改严格，啊，就安尼呢，直直直直改带，带到真正拢总断啊啦，才可以做见识，才可以培训呐。好，老母啊！真感恩哦，吼！哎，感恩主祭人，就是无甲放弃，就是安尼甲伊倒带，已经呢克服了真侪无好的习气，酒也戒啦，而且呢人也变啦，这肉体吼智慧也慢慢呢增加了啦，现在呢修正啊。在2007年呢，开始啊修正啊啦，即嘛吼做环保啊嘛一家人啊呢，唔只是灰衣白裤，是蓝天白云哦。啊，讲来实在是人生啊，安尼呢，从细汉一直做到50多岁啦，这个时阵已经呢清醒啦。
开始呢转动人生啦。现在是人间菩萨，甲自在人、甲自性，吼、哦，即勤达行呢，伊都做会到吼、哦。兄弟感觉讲吼，可以专心去做自在啦。家庭的生活呢，大家人来经啦，所以可以专心做自在。老母八十外岁啊啦，一当阵看到囝呢。已经改过来了，老母嘛真安心，好、哦、真呢，就是心爱定。啊，那无咱定定呢，就是水滴无明乡里呐。啊，这位呢是从生落来，细汉破病，那开始呢，到十岁才学行路，十三岁去做工，就互人搁个灌酒。这种的人生因缘呐，这一步进步呢，但是只爱伊有这个善根善缘呐，还是呢，要搁滴嘞，只爱等到再等到好的因缘呐，伊也是有清醒呐，同款呢，也会走入这个平安法喜。来得，逐天伊拢讲，伊足欢喜的，逐天足欢喜的，无是非，无无明，无歹的习惯，人甲讲安怎做，啊，伊就安怎行，真的，真正是无简单吼。所以，推心三世无明，行定住因缘，这个三世的无明因缘。那就是无明因行，行因识，识因明，识明识因六六，就是十二因缘呐。那过去的无明，所以行动啊，就是缘，缘在识里，缘在明识里。都安尼呢，这是过去，那就有六六啊，六六了后呢，就开始呢，都求。哦，十月怀胎啦，啊，这个人的形形成的妈妈的腹肚底，六经完成啦，开始呢就出世，啊，就是出啦，那出了后呢就感受啦，哈，规身躯疼，痛彻骨髓啊，刺激就开始哭了吼。从安尼开始，慢慢人间接触到，这我爱，迄我无爱，这种爱的无明就来咯。开始呢，就刺呀，我爱我都要刺啦，啊，我要刺呢，我就想着真济心思去刺掉啊，啊，就开始作业无，啊，作业都有啊，有了这个业呢。入咱的八识殿中去啊！哒，从安尼开始都有啊，有这个经济，未来的经济，咱今生呢，一世人，伫这个人间里呐，这人事物啊，对错是非啦，都拢总伫人间呢，咱去做做。一世人最终呢，就是老病死，啊，就是死啊。安尼又是个一世人。那咱今生所做作的呢，修啊、爱啊、痴啊、忧啊，这就是今生伫咧做作的。死了后呢，搁再大起的呢，搁是无明缘、缘行、缘识、缘明识。又是安尼个缘来，这叫做三世，不断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安尼一直做啦，这呢三世无明啊，啊行啊，就是安尼，这种的真微细的行为啦，咱行就是真微细嘛，行运啦，咱生落来。红孩啊，什么时阵到现在老呢？无行动啊，
不断地咧进行啊，所以行安尼直直过诶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不都是伫行，这个行伫种种诶因缘里啦，过去诶因缘、现在做作诶因缘、未来呢来生诶因缘，无不都是安尼。咱修学佛法，就是破诸邪见，得寂静清净慧海，这就是咱修行。咱的目标，咱把咱的思维修在日常的生活，定心在咱的日常生活，自然啊，外面的境界是非啦，是甲唔是的，对甲唔对的，咱分真清楚。自然啊，人我自然，但呢，无明邪见啊，咱拢甲破除啦。自然，咱的心都是保持在迄个思维修啊，思维修保持在呢，寂静清净的慧海里吼。那这就是咱的觉性，回归咱真如觉性啊，觉性天体汇合。有一天，咱的觉性，咱的甲天体宇宙呢，咱的汇合起来。就亲像佛陀呢，那夜道明清觉悟呐，真空妙有的体力吼，咱拢了解啦。这就是咱要修的行啊，看看人生啊，由不得自己啊，迄位懂，即使细汉是安尼的人生来。到达五十外岁，才碰到贵人呐！那回归伊的真如本性来，现在呢，伊心情简单，伫人群中呢，为大地、为人群，伊嘛伫咧付出啦。尽管伊生命中的贵人安尼伫咧甲带，这就是伊的因缘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吼，正面诶文安尼讲，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那依是因缘呐，心带欢喜得未净有，逆时阿耨交定如得，欲重宣初义自说其然，这是五辟弟子呢。安尼讲吼，伫这中间，大家人拢真欢喜，因为呢，大家人已经得佛解受记啊啦，所以迄当阵，因呢心声已经表达出来啊，这个代志实在足重要的，希望呢，和大家人搁再重复一遍吼，那这经文再搁再重复，所以说。既然啊，我等闻无上，安稳受记生，欢喜未清幽啊，礼无量地佛，阮大家人拢真欢喜啊，因为呢，阮的心已经安稳了啦，因为佛陀已经教阮受记啊，只爱受记啦，尽管未来过偌久的时间呐。总有一天，阮嘛会成佛啦，真诶！所以，阮大家人真欢喜，因为呢，欢喜是心真安稳啦。大家人家己相信呢，只要保持这个定力、这点心啦，来生来世、生生世世呢，这点定心安尼搁落去，阮总有一天。会当成佛咯，吼！那搁看下面一段文呐。今以世尊前，诸佛诸故救啊，以无量佛宝，得笑涅槃分，如无地故人，便自以为足。
现在啦，已经伫世尊的面前啦，大家人向着佛陀呢忏悔过去，家己亲像呢饮酒的人，饮酒醉啊，好、哦，伫亲友家，亲友呢看伊安尼会醉啊，较紧要帮助伊，就用宝珠甲放伫身躯里。啊，这段经文咱前面拢讲过去了，这是真惭愧呀、啊！惭过去都是安尼啦，亲像饮酒醉的人啊，无了解啦，佛陀的用心，要来开示，互阮了解，人人会当生活啦，人人呢自由。真如的本性，天地万物真理啦，人人都会当甲这个真理汇合啊，家己伫真理汇合中呢，而不低啦，所以真惭愧，愧家己在佛法中啊，也阁是安尼伫咧迷，修行不如他人呐、啊。真正的真惭愧吼、哦。舍利弗啊！目犍连呐，也各有呢。大家业家前缘定，拢是得佛受记啊。啊，我到现在呢，才开始了解过去，拢一直呢，也可是修持独善其身，敬意佛前呐、啊。我现在在佛的面前啊，自悔，即笑。我家己呢已经后悔啦，浪费遮多的光阴嘛，干那执着伫我家己独善其身呐，我真忏悔啦，真呢是无弥大心无量故救，无啦，明明呢佛陀安尼甲咱讲，咱一个是畏惧啊，唔敢接受。以为大乘呢，爱个攀岩，所以呢，阮都无爱行入大乘道来，所以这是阮的过救啦。所以自古有数，就是忘过去的本愿呐，也搁在保卫呢这个大乘法，唔敢入吼。哦那熬着伫消性法的内底呢，那得消以为浊啊，真呢就是过去呢有这四项啦，未记哩过去发大心入大愿，也对大性法呢就是无起着迄份愿意接受的心，一直呢就是熬着伫消性，干那利益家己啦。安尼以为讲吼，我已经是法拢了解啊，烦恼拢断除啊，我未过来轮回生死啦。以为是安尼啦，这就是过去的过失，所以以无量佛报啦，得消涅槃分吼。那过去真正是无耻吼，啊得消为浊。所以佛无量的大智慧的宝藏呐，那干那得到小分了点，此地天空涅槃，干那了解讲吼，一切皆空呐，啊，会晓知影讲吼，啊，卖去计较啦，人生法如露亦如电呐，是幻化，无真实。干那知影安尼了定，这
亲像无敌的牛人呐、啊，便自以为就以为安尼，所有的法啦、啊，拢清楚啊，这无爱甲个人做真呐、啊，所以对人间呢开阔看透啦，以为呢安尼因已经拢得到啊，这呢就是家己自责吼。哦以为是安呢？如无敌无人呐、啊！便自以为着对家己，责备家己吼，啊，钝金啦，只干那知影空凭空，唔知影妙有诶道理呀、啊。所以这些自责，家己呢会根基真钝呐，啊，难得解悟吼，如比无敌无人，同款安尼一点啊会发。得到啦，以为呢，安尼是满足啦，这呢就是家己自责。接下来这段文再讲吼，譬如贫穷人呐、啊，往至亲友家，其家甚大富啊，其实自傲性，以无家不足，下着累衣力，灭以而下去。是我不觉得啦，就安尼家己搁再譬如哦，譬如一个贫穷的人，去得一个真富有的家庭啊，啊，伊安尼用真澎湃的饭菜互伊食吼，啊，你嘛，这个贫穷人就是譬如家己啦，过去亲像安尼。这个亲友呢，就譬如佛啦、啊，过去呢是依佛啊，如其亲家哦，就是依靠着佛啦、啊，会法来教化，就亲像去依靠的亲友的家庭啦、啊。其家甚大富啊！那这个家庭呢，真富有哦。这呢，就亲像讲在迄个实报的国度。那么，咱依报伫多一个所在哦。佛陀来人间，因也来到人间呐，会当当着佛啦，那发心修行哦。佛的家庭里呐，这就是佛的家吼，功德积聚啦，名为大富。这个家庭是真富有哦，因为呢，这位亲友，伊家庭是因为伊累积真多的功德，所以名叫做大富。这个亲友的家庭就是富，富呢，伊累积真多的功德，所以呢，譬如一个真大富有的人。积食诸傲性，
看到这个贫穷人，这个大富有的人，就是赶紧用真澎湃的物件，安尼呢，互伊吃吼。那十食万牛，美食万膳呐，用种种的物件安尼混杂吼，互伊吃。咱咧食嘛是，唔是干那食饭，咱来个配菜呀。同款的道理吼，真丰富的菜肴啦，那美食啦，这是譬如呢，伫大通地幸福的时呀，先听方便顶顶啦的教法啦，所以伫定点结以前呢，都开始呢有听法啦吼，那无教不足下着累矣。无教无助呢，就是佛众生。咱人人本具呀，佛的众生就是真如啦。这方便修法，人人呢，咱都有这个地性存在。只是呢，佛陀各家安尼甲咱教育，其实啊，到底给咱什么？是予咱发啦，发是咱家己爱去体悟啊。这些咱人人本具佛性，有这个悟性存在，那么佛陀甲咱教育吼，就是亲像下珠啊，这个物件放伫咱的身躯里吼，来伊啦，譬如正报色心。咱这世人有形的身体啊，那在这个色心内底，咱家己爱去修行啊。下主呢，就是譬如啊，王子福降大圣的因缘，释迦牟尼佛在十六王子的内底啊，伊呢，就是啊，大通地性佛讲法。完啦，在为该有缘的人来讲法华经啊！啊，那无遮的人伫大通地性佛所听的、所了解是方便、方顶顶顶啦，才会发啦。但是真正听到法华经的生佛，那就是呢。十六王子甲因讲的话，好像呢一粒宝珠啦，佮放伫身躯里，等待伊了解的时阵，会当无益啊。这呢，就是佛陀甲咱有缘呐，互咱咱人人本具的佛性，这个因缘，好甲佛所有。的因缘，所以灭一字下去点点好意啊，但是呢，就离开啦，使我不觉得啦。因为亲友呢，点点提好伊去，三日内底有这粒宝珠啦，转化异国，因缘化缘已尽啦，嘛都爱转到其他的所在呀，所以名为下去，一生一世啦，那一世法甲你讲到这，因缘呢，就是安尼啦。佛陀是
八十岁就入灭啦。佛陀两千多年前甲咱讲的法，可能咱嘛是伫《法华会》上有听法过，但是咱还阁是凡夫啊。唔过呢，咱原来有一粒宝珠啊，一个缘，咱甲佛的缘呐、啊，这个时阵，咱正是会当甲这个缘呐、啊，就是像甲这个宝珠提起来用的时刻，听法了后呢，将这个法用在咱现在。那这呢，就是这位富有的人啊，予伊宝珠了后，阿都。因缘就是安尼，啊，都爱离开咯吼。我是迷迷啦，如昏醉人。迄当阵，我抑阁是迷啦，抑阁亲像醉人共款呐。佛陀伫咧讲大乘法，阮亲像伫醉乡的内底啊，抑阁伫无明乡烦恼穴的内底，抑毋知啦，所以亲像。罪人吼，犯罪的人不自觉啦，这就是咱众生啊，生生世世拢会甲诸佛菩萨回顾在一起，定点结情无定着，咱也是甲释迦牟尼佛同在大通地性佛的时，咱前面几工前也讲过去啊。日月定明佛的时，或者是大通地性佛的时，只是呢，咱就是安尼听，逐天听，那么逐天呢，还是阁亲像伫迄个昏醉的人共款啊，咱嘛是还阁无真清楚啊，所以咱爱好好日日的时间思维修啦，那。定中呢，定定心爱定啦，才会当定定真平安哦。回归咱的真如本性，咱的觉性天体呢，咱要按怎样会当甲所有有形的物质体会伊无形的道理？这咱若大乘会当了解自然啦，咱到。未来的未来啦，咱嘛会当以天体合会啦，真空妙有的道理，咱嘛是同款会当得会到啊。只要你知影，你的心中有一粒宝珠，咱会当将这粒宝珠来无益文化家、说法家、传法家、立人群中来历练。烦恼即菩提，因缘众生足气真重，烦恼无明真多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咱的道场，咱来去了解是安怎起无明，是安怎做作业啊？我知啦，清楚，所以烦恼即菩提啊，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